召集委，这么大的空间，或者是说我们有之前八一队的李楠指导，嗯，这个时候我就会有非常明显。再给召集委底角，嗯，有点犹豫啊，不，嗯，那又是一次失误。召集委漂亮，好球！另一个小后卫召集委也完了，没错，因为这个。球处理的非常合理，好球啊，漂亮，你看梁九军，哎呀，球，哎呦，失误了啊，这是连云过来，协防的非常好，不打慢，这球顺利，超远三分，好球，对，直接突了，漂亮。哎呦，抢断了赵继伟，这球不能叫补下来一个，你就想造犯规啊，防守可千万不能露脸了，这会儿已经没有中锋来补了，我们看辽宁这边拿上了赵继伟，赵继伟，那这样攻防转换的速度会被进一步加快，哇，真的快呀，找出来，赵继伟点一下，没有在他的射程范围啊，漂亮，好球，之前喜欢辽宁队，说明他打的是整体篮球。刚才你说的也很对，当韩德君在场，他们来看一下，应该是26投13中。哇，看又是艾伦的快攻，啊，这球是球，这边基本这球只能自己投了。哇，辽宁队的防守更到位了。赵继伟空位的三分能不能投进？短的连续的反跑，杜明东在接球，赵继伟过来接一下。赵继伟是非常擅长打这种。没时间的这个球啊，哎呦，赵继伟在两个内线头上抢到篮板，给到外线，还是辽宁进一个三分我就飞行，这个就是给辽宁加油的方式，很高兴，赵继伟三分漂亮，这球你看看是韩德君没拿稳，对，没拿住，去，对吧，你要有轴心啊，对，找一些优秀的或者是说我们有之前八一队的李楠指导，嗯，这个时候我就会有非常明显。再给赵继伟底角，嗯，有点犹豫啊，不，嗯，那又是一次失误。赵继伟漂亮，好球！另一个小后卫赵继伟也完了，没错，因为这个打完，我觉得这个球处理的非常合理。好球啊，漂亮，你看辽宁军，哎呀，球，哎呦，失误了啊，这是连云过来，协防的非常好，不打慢，这球顺利，超远三分，好球，对，直接突了，漂亮，抢断了赵继伟，这球不能叫补下来一个，你就想造犯规啊，防守可千万不能露脸了，这会儿已经没有中锋来补了，我们看辽宁这边拿上了赵继伟，赵继伟，那这样攻防转换的速度会被进一步加快，哇，真的快呀，找出来，赵继伟点一下，没有在他的射程范围啊，漂亮，好球，之前喜欢辽宁队，说明他打的是整体篮球。刚才你说的也很对，当韩德君在场，他们来看一下，应该是26投13中。哇，看又是艾伦的快攻，啊，这球是球，这边基本这球只能自己投了。哇，辽宁队的防守更到位了。赵继伟空位的三分能不能投进？短的连续的反跑，杜明东在接球，赵继伟过来接一下。赵继伟是非常擅长打这种。没时间的这个球啊，哎呦，赵继伟在两个内线头上抢到篮板，给到外线，还是辽宁
很高。赵继伟三分，漂亮。这场比赛呢是韩德君没拿稳，对，没拿住。去，对吧？你要有轴心啊。对，找这些优秀的青年才俊来讲，对于他们的历练，对于他们的成长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好。对，这就是谁也不行的时候我行。球星，球星跟普通球员的区别就是什么？就是你们都不行的时候我行。对，但是大韩这个掩护做的不错。好球，赵继伟的空位。好，这边他被带开了很快，然后这边得分点相对来说还是少了一些。快船打顺风球的相对有点困难。哎呦，好球。漂亮啊！里面打一个11-0，李伟，哎，这个球是过了一个干净球，哎呦，这球抢得漂亮啊！从身后抄到身前，纪伟三分线。这个英文字母的单词 ，Gregory，这个球传得漂亮，纪伟。将古城买古墓，赢得比赛回家路。纪伟，三宝。这个有球迷问啊，嗯，周琦丢球，丢的输了，杨幂发出的地方的进球。